男孩女团 BLACKPINK 近年是举办了世界巡回的演唱会，而隶属的经纪公司呢，最近还跟大韩航空是签订了合作。这 BLACKPINK 当中的四名成员，他们的身影是直接被印在飞机上了。那主要呢，你现在看到的这架飞机呢，就是大韩航空的飞机外观，主要是希望能够为2030年釜山世界博览会申办活动来助一臂之力。那这架飞机呢，将会从5月4号从仁川飞往巴黎的航班就开始投入国际航线，届时呢将会穿梭于世界各国，要来宣传釜山的世界博览会。